走在上面，开膝盖脚在下面，左手坐在左边，看右手右边，夜半肚子前面，小弟弟头发后面，心在身体左边，爱心无限。会了，你一定要好好保持你健康的身体，轻盈的体态，饱满的精神，清晰的思绪，还有满满的体力。来，请吃一口我为你削好的水果。这个是，这是苹果啊。说到这苹果可好了，西方有一句谚语说，一天一苹果，医生远离我。意思是说，一天吃一颗苹果可以预防生病哦。来，吃一口。可是这个苹果的颜色，怎么变色啦？我明明刚刚才削好的啊，为什么苹果削皮之后会变色嘞？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欢迎光临露露英语教室。Welcome to Lulu's English Classroom. Hello, I am Lulu. I'm Maggie Q, so cute. We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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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ell. Today 要教的单字是苹果。这是 apple， 这个也是 apple。Teacher Lulu， 为什么 this apple 会变颜色呢？Apple 削皮后会变色，是因为氧化的作用。氧化作用 ，Teacher Lulu，I don't understand。Apple 含有和氧气容易结合的酵素，因此将 apple 的皮削掉之后， apple 的果肉和空气接触，表面就会变成黑褐色的哦。I know， 像是香蕉 banana， 马铃薯 potato， 它们的果肉碰到空气之后就会变成黑褐色的，也就是氧化， right？ That's right。你很聪明哎，其实不只是蔬菜水果，我们日常生活有很多的氧化作用哦。Really？ 像是什么嘞 ？Well， 像是 bicycle 脚踏车生锈了，或者是摆了很久的 newspaper 报纸相片变黄了，还有钱币变色了。这些都是氧化的作用哦。哦，原来如此，所以只要隔绝空气就可以防止氧化 ，right？ That's right。所以 apple 只要泡在盐水里就可以防止它变色哦。I see。那 Teacher Lulu， 我们来吃 apple 吧。OK。其实氧化只是让 apple 变得难看，并不会影响它的营养哦。哦，那难看的给你吃。小朋友，赶快动一动脑，这么多美丽的小石头，可以变成什么可爱的图案呢？加油，加油！答案就快要出来喽！
没有错，美丽的小石头再加上简单的线条，哇，就变成了可爱的小绵羊。小朋友，你想要健康又聪明吗？奇异果含有超丰富的维他命 C， 能赶走欺负身体的坏蛋。奇异酵素让肚子里好菌更多，帮助消化。纤维可以促进肠道运动，清除肚肚里的废物。叶酸可以让记忆力更上一层楼。叶黄素让眼睛更健康，钾钙镁有益牙齿和骨骼。奇异果好吃又营养，小朋友多吃奇异果才能用营养保护自己哦。进广告哦，让眼睛休息一下吧。小朋友准备好了吗？跟着香蕉哥哥一起来做动物的好朋友。小黑熊跳出来，大大手掌摆呀摆，小朋友快点来，跟他比比谁厉害。小猴子跳出来，红红屁股摆呀摆，小朋友快点来，跟他比比谁高乖。大家来做好朋友，握握手 say hello。花花衣裳摆呀摆，小朋友快点来，跟他比比谁可爱。小野猪跳出来，圆圆肚子摆呀摆，小朋友快点来，跟他比比谁最帅。大家来做好朋友，握握手 say hello。老少欢迎观赏，变魔术跳舞歌唱，哒哒哒哒，肥肥肚子胖胖蝎子，身手灵活像只猴子，超级逗趣从不生气，小丑先生笑嘻嘻，哇哈哈哈，哇哈哈哈，忘掉烦恼真快乐，哇哈哈，哇哇哈哈，
团圆一起哇哈哈，哇哈哈哈，哇哈哈哈，开怀大笑真健康，哇哈哈，哇哈哈，哇哇哇哇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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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小太阳和小星星是一对可爱的姐妹花，但是两个人常常会为了小事而吵架跟生气，每天都会听到两个人的吵闹声。日无如歌窝果，如果如果我有好多糖果，我想要和同学分享。夕遥小星星，姐姐，星星怎么写啊？你帮我写。哼，我才不要，自己的名字就自己学啊。哼，你害我忘记刚刚要写什么了啦，真的很讨厌哎你。妈妈，姐姐都不教我写字。哎，哭鬼，哎，哭鬼，哎，哭鬼，陪我了，姐姐帮我了。好了，你不要哭了。姐姐，你就耐心一点教妹妹，不要吵架嘛。你们一吵架会头就痛，妹妹也不可以无理取闹哦，两个人要乖嘛。每天这对姐妹花都会发生一些事，通常到最后小星星一定会大哭，因此小太阳帮妹妹小星星取了一个绰号叫爱哭鬼，而小星星就叫小太阳喷火龙。我们来看看他们为什么每天都会吵架呢？从早上开始，两个人会发生什么事？小太阳、小星星，起床了！小懒虫，赶快起床，要不然你又要迟到了。哎呦，等一下再起床啊！我今天要穿可爱小花裙，再配上白色的 T 恤好了。啊，小太阳，我也要穿漂亮的裙子，你来帮我穿啦！我才不要，你自己拿衣服穿啦！哼，你赶快啦，要迟到了。啊，姐姐都不帮我穿衣服啦！姐姐小太阳一点都不想理小星星，她觉得妹妹很烦，什么都要跟自己一样，又很爱哭，一大早就这样热闹的开始了。下午4点，小太阳下课了，她回家第一件事就是冲去餐厅，看今天有什么点心可以吃。妈妈，我回来了。啊，今天上课怎么样啊？老师有教新的功课。妈妈，我的肚子好饿哦。好，我买了你们最喜欢的蜂蜜蛋糕给你们吃哦。耶，好棒哦！我要把蛋糕全部都吃光光。不行，小太阳，你要留一些给小星星吃啊。哼，为什么要留给他吃？谁叫他比我晚回家？你们要相亲相爱，而且你是姐姐，要帮妈妈照顾妹妹啊。你想想看，小星星回家也会肚子饿，如果你不留给他吃，他又要跟你吵架了。好了好了，你最乖了啊，先去洗手再来吃吧。啊，好吧，这么多要分给他，真讨厌。小太阳总觉得多了一个妹妹很麻烦，不论是爸爸妈妈、衣服、玩具、房间，什么都要跟他分享。如果全家只有他一个小孩，那就好了。喜欢做劳作的小太阳，只要一有时间，就会拿一些快要坏掉的袜子来帮自己的娃娃做各式各样的衣服。这时候小星星从幼稚园放学回来了，他看见姐姐的娃娃有很多漂亮的衣服，也想学姐姐帮自己的娃娃做衣服。于是他走到柜子，拿出漂亮的袜子。我的娃娃也要变得跟姐姐的一样漂亮。这里剪下来，怎么会变成这样了？我的衣服好丑哦！功课写完了吗？看悠悠点点名，放松一下吧。这时候，小星星从幼稚园放学回来了。
她看见姐姐的娃娃有很多漂亮的衣服，也想学姐姐帮自己的娃娃做衣服。于是她走到柜子，拿出漂亮的袜子。我的娃娃也要变得跟姐姐的一样漂亮。这里剪下来，怎么会变成这样了？我的衣服好丑哦！小星星哭得惊天动地，爸爸妈妈跟姐姐全都跑来房间看到底是怎么回事。小星星，你怎么哭了？我的衣服好丑啊！我要姐姐的，姐姐的比较可爱。小星星，你帮娃娃做的衣服也很可爱啊。不可爱，我要姐姐的。小太阳听了，气呼呼地嘟着一张嘴不说话。突然间，爸爸，你看他了，这是人家最喜欢的爱心袜，被妹妹剪破了。你也讨厌嘞，我生气了，我再也不想理你了。小太阳说完就生气地跑出去。爸爸妈妈看到这样的情况也很伤脑筋。小星星，你要学姐姐做衣服可以啊，但是要先跟妈妈说嘛，有些袜子是不能拿来做衣服的哦。对啊，小星星，你快去跟姐姐道歉。我才不要呢，谁叫姐姐她不给我她的衣服。结果姐妹俩都在生气，互相不理对方。吃完晚饭之后，小太阳就一个人跑到花园去。突然间眼前闪过一颗流星。哎，有流星哎！那我来跟流星许愿好了，希望流星可以把妹妹变不见。等到小太阳回到房间之后，他发现妹妹真的不在房间里。太好了，小星星真的不见了，流星真的帮我把小星星变不见，以后就不会有讨厌的妹妹来烦我了。跟妹妹吵了一天的架，小太阳也累了，躺在床上没多久就睡着了。睡梦中，小太阳看见有一个小男孩在哭，可是身边有好多好多的玩具，他就走过去安慰小男孩。哇，小车车、积木、泰迪熊，奇怪了，没有这么多玩具，我为什么要哭呢？因为我弟弟每天都跟我吵架，跟我抢玩具，我真的很讨厌他，所以我就跟流星许愿，请他把我弟弟变不见，结果我弟弟就真的变不见了。讨厌鬼弟弟不见了不是很好吗？那你为什么要哭呢？本来我也觉得很好，可是一个人玩玩具玩久了真的好无聊哦，玩具又不会跟我说话，也不会玩骑马打仗。啊，把我弟弟还给我。这个时候，小太阳想起跟小星星一起做的事，他们一起荡秋千，一起跑步，一起看书。这时候，妹妹可爱的笑脸又浮现出来了。小星星，小星星，你在哪？这时候，小太阳从梦中惊醒，开始大哭。爸爸妈妈听到姐姐的叫声，赶紧冲过来。小太阳，你是不是做噩梦了？妈妈，我许愿要流星把妹妹变不见，怎么办？这样啊，你希望妹妹回来吗？要，我要妹妹回来。那你可以原谅妹妹剪坏你的袜子吗？可以。好，那妈妈等会儿跟流星商量一下，请他把妹妹变回来，你先乖乖睡觉哦。真的吗？好，我马上睡觉。别担心，妹妹明天就会回到你身边了。看来小太阳知道小星星还是很可爱的。对呀，小孩子难免会吵架嘛，不过这一次小太阳真的很生气。我看呐，我明天再去帮他买一双新的袜子好了。对啊，我还是赶快把小星星抱回房间去吧，免得小太阳又做噩梦了。隔天太阳公公出来时，小太阳发现妹妹就睡在一旁，他轻轻地拍拍胸口，还好妹妹没有不见。小星星，起床上课喽。姐姐，对不起，我
昨天不应该惹你生气。如果你以后不爱哭，不乱捡我的东西，我就原谅你。好，那我们来打勾勾。这天早上，小星星跟小太阳都没有吵架。从此以后，小星星变得比较不爱哭，而小太阳也变得比较有耐心。爸妈觉得这一对姐妹是全世界最可爱的小孩。